生肖牛，属牛的人诚实守信，为人朴实，吃苦耐劳。他们勤勤恳恳，为人低调，从来不会斤斤计较，有宽广的胸怀，乐观积极心态。到了12月5号将有吉星高照，财神缠身，财气更旺，横财不断，喜事接二连三找上门，能够赚得钱袋鼓鼓，金钱越来越多，未来日子过得有声有色。生肖鸡，生肖属鸡的朋友聪明伶俐，从小就与财神有缘，注定命藏富贵，长大必定大有出息。5号开始富贵又多金，事业红红火火。2020最后一个月运势大旺，买车买房，脱贫致富，父母脸上有光。他们不仅自身财运好，还旺家人，注定富贵满堂。生肖龙，生肖属龙的朋友命藏富贵，个性倔强，只要是自己认定的事，就会一如既往的坚持，毅力十足。5号开始富贵又多金，事业红红火火。2020年最后一个月大旺，在他们的辅佐下，事业扶摇直上，抓住机会就能咸鱼翻身，全家幸福安康，想不发财都难。生肖羊，属羊的人为人诚实，具有冷静的头脑，他们上进努力，都能够冷静的思考，想出对策，朋友多多，大家都信任他，这就是他们的魅力。在12月5号运势大旺，好运来袭，赚钱多，事业顺，钱包越来越鼓，财富暴涨，事业也在贵人帮助下月做得出色，生意也好得不行，未来富贵临门。